1948年9月24日，华东野战军率先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，济南解放。济南战役是解放军首次攻克敌100,000重兵据守大城市的战役，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。济南位于津浦交济铁路交汇处，是连接华东、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，也是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唯一坚固堡垒，驻有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所部共10万余人。攻下济南，将使华北、华东解放区一体成为支援革命战争的巩固后方，华东野战军亦可全力南下，与中原野战军共同歼灭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。按照攻城打援分工协作方针，华东野战军以7个纵队14万人组成攻城部队，8个纵队18万人组成打援部队，整个战役由宋玉指挥，攻城作战由许世友指挥。1948年9月16日晚，攻城部队从东西两面发起进攻，并趁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军起义之机，于23日攻占外城，当夜突破内城，24日全歼守军。我打援部队积极牵制敌人，全力配合攻城作战。战役历时8昼夜，我军共歼敌10万余人，伏敌司令长官王耀武以下高级将领23人。济南战役开创了我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，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，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，这是2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。